我记得你三岁之前在干什么。阿月，你看这个干什么？阿月，这首曲子好熟悉啊，好像国苏的调子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听过？你怎么了，莫景？莫家庄的事情，我们怕是也有责任。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。这是什么呀？阿渊，你再这样跟着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当萝卜种在地里喽。可是我不是萝卜啊。那就种个小朋友呗，多接点水，多施点肥，多晒点太阳，就能种出好多的小朋友来喽。 莫前辈，莫前辈，快醒啊！思追，你最懂事，出去带带路，能做到，别害怕啊。不害怕。真的？莫前辈，你和韩王君这像。像？我们哪里像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就是感觉很像。 好像只要有你们任何一个人在，就不必担心害怕任何事情。真是叫人费解。你们姑苏兰是好歹也是仙门望族，当年魏无羡做了什么，人尽皆知。怎么到你蓝思追说话，立场这么奇怪？难不成还想给魏婴开脱不成？我并非是想给他开脱，只是建议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，不要随意下定论。 魏前辈，你是来救我们的吗？魏前辈，醒醒！魏前辈，魏前辈！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走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啊！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，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黑，一点都不黑啊！魏前辈，我是阿渊的。傻子。